工会的 FIP 是从去年开始就执行了，然后慢慢的改进到现在，我是觉得有很大的进步。我们透过渔业精进计划，我们有在渔船上面安装了 CCTV， 还有一些充气式救生机。Sistem kerja di kapal sini saya merasa cocok lah。有经过轮休也跟家里联络，船员心情一定会比较好，工作起来会比较有效率。